认识凯，又到了我们的课语教学的这个单元哦。今天我们的学生同学非常的不一样哦。来，同学来自哪里？凯哥好，我是来自温州的俊逸。温州哦，温州，所以你是陆生哦。我是陆生哦。来台湾几年了？我来台湾第九年。第九年嘞，哦，不得了！而且我跟大家讲哦，这个俊逸非常的厉害，你拿了一个博士，对，几个硕士。现在在念第二个，现在在念第二个硕士，有没有？重点是他对我们的客家音乐啊很有研究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聊了很多有关于客家音乐的事情，所以我在想说，今天我们干脆来教这句话呢，其实跟你很有关了。你之所以会研究客家的音乐，是因为觉得客家音乐很好听啊，对对对。所以我们就教你讲的是海陆腔。你知道台湾的客家话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腔调吗？知道。我讲的是海陆腔，所以你跟着我学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子大家都可以学习海陆腔喽。来，我们学的这句话叫做客家音乐很好听。同样的，我讲一句华语，一句海陆腔的客家话，再请我们的俊逸跟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学习喽。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来，客家音乐哈嘎劲哦，哈嘎劲哦，客家音乐哈嘎劲哦，哈嘎劲哦，很好听，动喉糖。动好糖，很好听，动好糖，动好糖。哇，我们的哈嘎流上音是不是很厉害哦？啊，动强哦，再讲一遍好不好？客家音乐很好听，哈嘎音哦，动好糖，哈嘎音哦，动好糖，非常的厉害哦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